27号知名品牌开幕活动，现场找来许多重量级的巨星，其中包含比利姐、关颖及王思佳，另外还有难得现身的姐姐谢金燕。他也透露自己愿意出来上班的原因，竟然是因为这个。其实最主要是因为疫情这么久，很久没有见大家了，很想大家，所以也是跟大家来见见面，然后顺便也让大家看看姐姐现场的冰块腹肌，把自己的优点展现出来，就是露腹肌。姐姐是腹肌达人。两个月前姐姐还在演唱会，那时候就没刻意练，但就很好看的腹肌。从演唱会到现在呢，因为太累了，所以我休息了两个月，在家里懒得运动。那两个月还有这样的腹肌，就表示平常吃东西都有在努力的控制。另外还有一位姐姐 Ella， 这次穿出来的衣服是以前从没挑战过的。印象中我没有穿过马甲的造型，这次好像算是我第一次吧。然后配上这些配件，就觉得自己哦很有辣妹的潜力耶。没想到我也可以这样，就觉得啊、哦，今天太正了，希望老公回去可以把我扑倒。看来晚上要看姐夫的表现喽。